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哈，我们现在是手动输入了，比如说我输入的是5，那假如说我今天哦，这个面积部分呢，我希望不要手动输入，让它乱数跑。那当然呢，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需求，乱数，尤其像你要产生一个游戏也是一样啊，你游戏背后电脑本身就乱数，很多都是乱数决定的。那只是说呢，你要怎么样乱数？哦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这个面积哈，它可以帮我在一到可能是99或1到100之间帮我产生一个乱数。那产生完之后，我把这个乱数丢给什么呢？丢给后面的程式就帮我计算出结果，它帮我跑出一个结果出来。那这个程式需要怎么改 ？OK， 所以首先的话，第一个哈，我们一样要先做一个什么 import。所以刚刚同学问说，你应该学。第一阶段先使用那个 Python 里面内部的功能，第二个就要学习把外部的功能引进来。好，那外部的功能呢，它如果已经安装了你就 import， 但是它如果没有安装呢，后面会讲到学习如何安装。好， OK， 那 import 哪一个东西呢？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叫 random 的东西啊，我看 random 你大概打 RAND、random 就出来了，它本身就已经装好了。那 random 里面的话，其实你只要会 random 里面的一个方法，就是 random range， 你给它。所以第二个就是说，那我这个 a 呢，本来是什么？本来是 import 的，那我不要用 import 的，我要乱数帮我跑。那乱数怎么跑？记得你可以用 random， random 这个，那 import 之后呢，它就把类别变成一个物件了。你到这个物件点下去之后的话，它会有个 random， 你会发现这边很多个，有没有 random 什么 between 啊，什么 choice 啊，我习惯是用 random range， random 的 range， range， 那这个 random range 哈，其实不好像说明不是很清楚， random range 前括弧，特别注意哦，它后面需要两个参数，其实应该三个啦，最后那个可有可无，第一个参数是你要从哪一个数字开始，那我要从一开始，所以它会一二三啊，但逗点后面呢，如果我要到99的话，1到99，特别就要请你输入100，它会帮你产生1到99，100指的是到100停住了，停住的地方哦，那就不错了，停跳了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1到99的话。那就是100停住，它会产生1到99 ，OK 哈、哦。那产生完之后，它会丢给 A 算出来之后，一样帮我产生一个面积 ，OK 哈、哦。那不过最好了哈、哦，我们干脆这边最好再加一行算了，因为这边没有跑出 A 啦，所以哈、哦，也许我们这边可以吗？半径这边也许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呢？半径为好了哈、哦。比如说我乱数，我根本不知道。它跑出哪一个，那我这边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 A 也帮我显示出来 OK 哈，半径为这个，然后后面把它执行一下看一下 OK， 基本上呢我这个程式里面大概又增加了一行 import random， 第二个是后面这东西本来 input 我把它改成用 random 过来这边，那过来的话它应该是一个 int 啦，因为它是1到100为止，所以它是1到 99， OK， 1到 99、哦、然后做完之后把它 print 出来，我试一下看看、哦、按个确定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它因为1到 99， 所以呢它的半径它乱数跑出是60，那60的话它就做完后面的事情 OK、哦、然后把它再执行一下，25，所以你会发现、哦、一执行，每一次执行基本上应该都不会一样，它、啊、会在1到99之间乱跳、哦啊、可是你想说老师，可是1到99这样范围太大了，我希望呢缩小范围，我希望呢它的范围是从10到20之间，所以10到20哦，啊、请问后面这个数字要输入多少？21哦 ，OK， 意思就是到那边停掉哦 ，OK， 所以如果你要10到20之间的话，那就是10然后21，所以你会发现、哦、它一定、
好、哦，不会，哎，不过这又重复了，哦 ，OK， 十二。那另外当然哈、哦，如果你要把这个范例哈、哦、改一下，比如说哈、哦，像大乐透开奖是一到四十九，一到四十九，那你要开，哎，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，七个号码，所以哦，那就是一到四十九，所以这边五十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哦，你可以。等一下，想想看啦、啊。如果我希望呢，乱数帮我产生一个叫大乐透的一个乱数，产生七个号码，哦，哎，所以这地方当然你可以 random 七次就好了嘛，好、哦、，random 七次，然后输出，然后呢，可能需要做一些格式化吧，可能01、02、03、04。但如果你先不用考虑格式啦，如果你希望以这一题做基础。然后呢？哎，乱数跑出大乐透开奖号码，总共会七个号码，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。哎，不过你可能要考虑一点，不能重复，有没有？哎，如果他乱数跑的时候重复了，那要重跑。OK 哈、哦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当然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延伸练习题了。那请各位试一下，刚刚 import， 然后这边加一个 random range， 啊，其他基本上没改，只有改多一行，就是。再加一个半径为 ，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。好、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主要是学习哈、哦，将来如果有一些外部的，啊、哦、一些类别，可能有些是已经安装的，你就引进来用就可以。但是如果有一些是它没有安装，那你就要学会安装。哦，那怎么样安装？后面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范例啦。但习惯上我是这样，用到的我再把它安装，没用到我暂时就不装啊。那坊间有一些书籍啊，它是全套都已经帮你装好了。但有些时候啦，变有个缺点就是它装了什么你也根本不知道哦。所以我们理论上我比较习惯的是哦，至少让各位知道说哈，哎，有一些什么应该装，哪些不应该装啊，至少你要了解哈。